寿司命此刻不应该关心自己的安危吗？都纠结起这些细枝末节。因为我在。小辉，你是怎么来的？小司令，你到这个时候还不关心自己的安危，到纠结起这些，因为我在意你。表白吧，啊，一起给一个。是，这也是我的意思啊，这也是，然后我就发现说错吧，这也是我的意思，我是有希望我自己可以进行。来了，好，来来来，快来。来，因为你的焦点在这一只鸡身上，我的焦点在你居然骗我。